请告诉我们，在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在东京。东京京都的其中一个地标，我也不知道它真正叫什么名哦，它就叫清水寺。清水标，清水标，清水标，就叫清水寺。清水寺前面有两棵梅花，这里有一棵，那里还有一棵，已经开了，是樱花。新的什么哇用几年不用没的
可是老娘的因为也是因为真会亲这个是佩仪的他的脚应该很多毒素我们还三台一盒里面有几个这个阿佑的给下被夹起歪歪歪摸耶看看这几个人有没有夹起来买是真不是这个人那人来到人家坐的地方水表潜水表你说脾气来了不好意思呢